我手里的白布是由棉麻制成的，线与线之间存在细小的间隙，这是产生毛细现象的基本条件。当我拧的时候，破坏了线与线之间的间隙，水就会从白布中被挤出来。但是在空间站的非重力环境下，水的吸附作用几乎使其不会脱离白布表面和我的手，因此就在表面形成了一层水膜。在这里呢，我要向大家介绍一项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扎染。